所以下面接着就写的三国嘛，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，故垒就是那种过去的那种军事营垒，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城墙，并不是说这个故垒就一定是三国时候打仗用的什么碉堡之类的，不一定是这个意思。因为黄州是个城市，一个城市过去的城市，它主要的功能不在于工商，不在于做生意。过去的城市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军事功能，它是堡垒，叫城堡。所以这个故垒啊，就是应该指黄州城的留下来的一些旧的军事设施。说在它的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，人们说是三国周郎赤壁。苏轼是怀疑的啊，你看苏轼怀疑啊，苏轼有一封书是写给范子峰的，他讲，他说黄州稍西。山漏陡入江中，石势如丹。传云曹公败所，所谓赤壁者，或越飞也。啊，就黄州啊，稍微偏西一点的地方啊，那个山脚啊，这个山脚就伸到江中，像个陡一样的伸到江中，石势如丹。所谓赤壁，赤壁就是红色的岩石嘛，这石势如丹。传云曹公败所。相传说，当年曹操就是在这里被周瑜所败，所谓赤壁者，但是或越飞也。苏轼在当时就知道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嘛，有人就说这不是三国赤壁，是吧？啊，再看下面写景，写他在黄州看到的那个景象：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啊，这是苏轼当时看到的景象。我们现在如果要去黄州赤壁，就看不到这种景象了，因为长江已经改道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们班上组织去看黄州赤壁。啊，我记得当时我们坐船，我们坐船上了岸之后，再到赤壁山，将近2华里的路。都是河滩、江滩，这说明长江改道了。啊，你现在去的话，那个所谓的赤壁啊，就是在一个平原上的一座土山而已，小山而已。相反，你到了我的家乡，那才真是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因为那个山呢，真的就是插到江中去了，因为它挡住了长江的流水。那个水在那里受到了阻挠，所以就起漩涡，啊，起漩涡，这个浪涛啊拍打在江岸，真的是有卷起千堆雪之概，啊，所以苏轼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它是宋代的景象吧？现在环境变了嘛，是吧？现在只能在真正的赤壁可以看得到。最后两句总结说：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这两句既是对上片的总结，也是引起下片。你看上片写江山嘛，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，下面就写豪杰，请大家注意，多少豪杰，那就不是一个豪杰了。但是他不可能写很多的豪杰，他只能写一到两个人有代表性的。所以想，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。公瑾就是周公瑾，周公瑾当年做东吴的这个都督的时候，指挥赤壁大战的时候，是多大的年纪呢？34岁。周公瑾娶小乔的时候多大年纪呢？24岁。这个时候，周公瑾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。那这个时候，指挥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小乔就不是出嫁了，已经嫁了10年了。怎么是出嫁呢？但苏轼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苏轼在这里要写小乔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以说，历来讲宋词的人，他都把这一句就把它带过去了，他不讲。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写小乔呢？他在这里写小乔，是为了衬托周瑜的少年得志。
啊，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嘛，要衬托他的少年得志啊。你看，24岁就娶了小乔啊，而小乔又是江东第一美女啊，是吧？所以说，苏轼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啊，少年得志啊。这个人呢，你看个子又很高，长得又很帅，又懂音乐。懂音乐，所以24岁拜建威中郎将，吴中护卫周郎。而且这个周郎懂音乐，周郎跟别人会谈的时候啊，这个会谈的场所往往放一部琴，那个音乐人在那里弹琴的时候，周瑜在那里谈话，他可以知道你这个音乐的哪一个乐句、哪一个符号弹错了，弹错了怎么办呢？他就回过头来一看那个弹曲子的人就知道弹错了。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啊，顾曲周郎，你弹错了，他这一回头就提醒你弹错了啊。你看又懂音乐啊，又长壮有姿貌，又娶了当时东吴的第一美女，那还不叫少年得志吗？当然苏轼在这里要写周瑜的少年得志啊，他也是一个伏笔，就是反衬自己的不得志啊。所以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羽扇纶巾的主羽是谁呢？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啊，一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学语文课本都说羽扇纶巾的主羽是周瑜，而不承认是诸葛亮。其实在50年代，在1956年的时候，著名的词学家，也就是全宋词的编者唐圭章先生，就已经写文章论证说这个羽扇纶巾的主语不是周瑜，是诸葛亮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周瑜从来就没有羽扇纶巾的装束，羽扇就是鹅毛扇嘛，这是诸葛亮的装束嘛。诸葛亮为什么要老是拿一个羽扇呢？因为他是原来是个隐士嘛，他原来是个隐士，他信奉道家的学说，所以他就长期羽扇。什么叫纶巾呢？纶巾就是布头巾嘛。而周瑜是什么样的打扮呢？他是一身戎装，他是戴着头盔，穿着铠甲的啊，就是这样一个装束。好，那唐先生提出这样的之后呢，有人就反驳，所以有那些反驳他的人怎么说呢？所以有些人说羽扇纶巾的主语啊是诸葛亮，那是因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。所以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就是个羽扇纶巾的角色吗？还有说是受了唐宋以来的一些戏曲的影响，其实这也不对啊，这也不对。应该说在西晋的时候，在三国西晋的时候，人们就是这样记载诸葛亮的装束。我们找两个例子啊，大家看看啊，太平御览，这当时宋代的本书。太平御览引东晋时候有一个裴启的人写的本书叫雨林。这个雨林记载的这样一段是：诸葛武后与司马宣王在卫兵，司马宣王就是司马懿嘛，诸葛武后就是诸葛亮，他们在卫兵，在对峙，两军对峙将战，宣王戎服立士，司马懿穿着一身戎服，就是戴着头盔，穿着铠甲临阵，使人视武后，就派人去看诸葛亮在做什么啊。授予葛巾，诸葛亮坐的是一个木车，诸葛亮坐的车啊是没有投油漆的，他不是彩车。你看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汉中啊，我们去看诸葛亮的这个墓啊，
看诸葛亮的那个纪念堂啊，他的房子都是不上油漆的，啊，这个寿鱼就是说车不是彩车，寿鱼葛巾，什么葛巾呢？就是布头巾嘛，持白毛扇指挥嘛，白毛扇不就是羽扇吗？三军皆随其镜子，啊，就是一个布头巾，一把白毛扇，但是三军随其镜子。三军听他的号令，所以说宣王闻而叹曰：“可为名士。”说什么是名士啊？这才叫名士。名士是不用戴头盔，也不用穿铠甲指挥的，就是一把鹅毛扇，啊，戴着头巾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，这才叫风流啊，是吧？是吧？还有人说啊，你看。还有人说呢，说当时的有很多将军呢，也是儒将的装束，啊，也儒将的装束，因为当时确实有些人呢，他们学诸葛亮，啊，比方说啊，当时他们还举了说梁高啊、谢万呐、顾荣啊这些人，在六朝的人呢，他们也，但是他们这些人就是学诸葛亮嘛，诸葛亮是三国时候的人嘛，是吧？但是梁高、谢万、顾荣他们有儒将的装束，并不就是说诸葛亮，并不就是说周瑜也有这样的装束吗？没有任何一条材料说明周瑜曾经有过羽扇纶巾的装束。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有人有些儒将装束，就推测周瑜也有儒将的装束，你都要拿证据啊！而历史上的所有的文献就没有一条证明诸葛亮有这种装束。长期以来，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老师不关注学术研究的动态，这是致命的问题。尤其是现在的中学老师，他们关注的很简单：今天高考考不考这个？考这个我就教这个，不考我就不教。所以唐圭瞻先生在1957年就在语文学习上发的文章，这些人完全置若罔闻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他现在还那样子，我在好几次的广州市的高中语文老师的培训班上，我讲这文的时候，有些老师还跟我还辩，他说：“老师，现在我们书上都是那样讲的。”我说：“你书上讲错了。”他错了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高考他是按照书上来的。我说你除了知道高考你还知道什么？你一天到晚就围着高考转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再次跟你们讲，大家知道今天有录像就录下来了，就这样讲，羽扇纶巾的主语就是诸葛亮，当然我们还可以找一些证据。我刚才讲的是铁证，唐圭瞻先生把这个文章发表之后，另外一个著名的词学家叫夏承焘，夏承焘说这是铁证，就铁的证明这个就是羽扇纶巾的主语就是诸葛亮嘛。现在我们还拿两个补充证明，这个赤壁之战的孙刘这一方的主要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嘛。诸葛亮是策划人物、谋士，促成了孙刘的这种联合。那周瑜他是前敌总指挥嘛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在我们家乡啊，那都是诸葛亮的地位很高的，怎么可能讲赤壁之战而不讲诸葛亮呢？当然在我们那里也有一些关于周瑜的纪念物，比方说有周郎桥、周郎庙，还有周瑜的塑像，但是他也有武侯宫、拜风台，这都是纪念诸葛亮的。另外你看前面有一句说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，多少豪杰，那起码要说两个吧，是吧？就像我们说这班上，所以我们班上的同学这一次在春游当中啊表现得很好啊，你总不能只说一个人吧，
说两个啊，有点代表性。当然，这我刚才讲的这两条都不是主要证据，主要证据就是文献证据啊。下面接着看，强弩灰灰烟灭。这个强弩啊，在许多版本里面就把这个强弩写成强盗的强，俘强大的强啊，俘虏的虏，是不是？很多版本写这是错误的。因为当时周瑜他们用的是火攻，用火去烧了曹操的战船，使得曹操的战船灰灰烟灭嘛。这个强弩就是船上的栏杆和桨嘛，桅杆和桨嘛，是吧？强弩啊，啊啊啊，桅杆和桨嘛。但是有些版本呢，他非要把它写成强盗的强，俘虏的虏，他认为这样子就可以表达对曹操的痛恨啊，这也是错误的。因为周瑜，因为是苏轼当年他写的就是这个木字旁的强和木字旁的虏啊。而最早的关于苏轼这首词的版本是哪个版本呢？黄庭坚的手抄本。我们知道黄庭坚是苏门大弟子，那他的手抄本他的手籍记载的苏轼的作品，如果我们都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们还反而相信后来了吗？因为他是最早的嘛。这个根据这个版本学啊，版本学的尝试呢，就是说最早的就是最权威的嘛，是吧？你不能想当然的说哎呀曹操是个贼呀、啊所以呢他就是把他改成强弩啊，不对的。我跟你讲，曹操当时是汉丞相，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，他执行的是统一全国的大业。相反你周瑜不过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的将军，曹操才是正义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从统一的角度来看，从儒家的大一统的角度来看，曹操代表中央政府，曹操统一江南的战争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的。你怎么能把一个中央政府的军队说成是强弩？那显然是荒唐的嘛。当然如果是王朝在偏安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比方说王朝偏安的呢，哎，他们就拥刘反曹，因为刘备就是一个偏安王朝的一个国主嘛。当王朝统一的时候他就拥曹了啊，当王朝分裂的时候呢，那些偏安的王朝呢啊，他就拥刘，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。那苏轼当时是什么时候啊？北宋是统一王朝嘛。如果苏轼是南宋人啊，南宋面对北方人的侵略，所以把北方的曹操说成是强盗的强，俘虏的虏，那还可以理解。苏轼当时处在北宋，北宋是统一的王朝，不是偏安王朝，他有什么理由这样贬低苏轼啊，贬低这个曹操啊，是吧？所以有些人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版本，这古籍在流传的过程当中，它是经常会出问题的。因为不同的出版社，不同的出版商，他在出版同一个古籍的时候，他往往有一些字句上的差错，一个是排版上的错误，一个是有些编辑自以为是，他就把它改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强弩要就不能把它写成强盗的强，俘虏的虏，知道吧？啊，还有后面说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啊。那这里就写到自己的嘛，前边都是写三国的风景和三国赤壁的风景和三国的人物，写到故国神游的时候就回到自身了。故国神游也就是神游故国，故国在这里就是指故地啊，指三国故地，对吧？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，就是应笑我多情，早生华发。多情就是多感慨，因为我的感慨很多，所以你看我早生华发啊，是吧？年纪并不大，但是呢头发全都白了，就是因为我多情嘛，这个多情就是多感慨嘛啊。
什么多感慨呢？我们可以联系到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的来理解啊。你想想，周瑜34岁的时候就建立了盖世奇功啊，而自己呢40多岁了之后还被贬在黄州做一个团练副使，这是觉得自己不如周郎吧啊。周瑜24岁的时候就娶了东吴的第一美女，而自己呢，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10多年了，觉得自己不如周瑜嘛啊，所以就早生华发嘛，就感慨嘛，是吧？但是苏轼之所以是苏轼，就在于他能旷达啊。他虽然在这里很感伤，但是很快他就通过心理调适啊，他自己就解决了内心的这种焦虑，说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啊，说不要去想那么多了。不管是周瑜的、诸葛亮的成功的人生，还是自己失败的人生，都是短暂的，都不过是一场梦，神马都是浮云，是吧？既然是这样子，那我还有什么好感伤的呢？我就不感伤了嘛。所以我这一杯酒，我就不用它来祭奠周瑜，也不用它来祭奠诸葛亮，祭奠谁呢？江月。因为只有江月是永恒的。前赤壁赋里面不是讲，为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嘛，这才是永恒的嘛。所以他在这里祭奠江月，是吧？这就和他写前赤壁赋、后赤壁赋的思想啊是相统一的啊。那也就以酒洒地祭奠江月，这就是旷达啊。所以过去我们现在总结下关于这个作品的6个误解和盲点啊。第一是赤壁在哪里啊？第二呢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公瑾当年啊，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啊，他娶小乔的时间，他指挥赤壁之战的时间啊，再就是啊羽扇纶巾的主语啊，第四个就是啊强弩，究竟是木字旁的强弩呢，还是强盗的强啊，俘虏的虏啊。第五个是为什么要写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第六个是人生如梦，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一尊还酹江月啊。这6个问题包括了3个盲点和3个误读啊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把它讲清楚了，下面我们归纳一下这个作品的特点啊。过去人家都说这首词是一首豪放词啊，几乎是无可争议的。其实这首词的风格因子是多样的，有豪放，有悲怆，也有旷达啊。你看啊，从刚开始大江东去啊，到谈笑间樯橹灰灰烟灭，这一段都是豪放。那豪放词有一些具体的特点的，就是对于景观的描写还是很壮观的，抒发的感情是很豪迈的。那么到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，这三句那就不是豪放了，而是悲怆，把自己的遭遇和这个周瑜诸葛亮的辉煌的人生比较起来，悲怆。到最后两句呢，旷达，这就是苏轼的主旋律，无论命运把他抛向哪里，他都能够随遇而安，所以就旷达了啊。所以这个作品呢，它的风格是多样的啊，只是以豪放为主，但不是100%的豪放词啊。这个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关于苏轼就只能介绍到这里了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